欢迎收看艾森秀场。今天看到我这个背景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。OK，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户外练体操。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呢？主要就是有一些网友告诉我，他们没有场地怎么练，没有器材怎么练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外面也可以练啊。OK， 这边再插播一个题外话。因为外面你在练动作可能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限制，所以这边介绍你一个好去处，不管是雨天、台风天、下雨天、连假，你都可以去那边安心的练体操。今天户外练体操呢，要先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款单杠，知道这是什么吧？其实户外有很多项目呢，都可以来进行的动作。老师今天这边就一项一项教，我们今天先教单杠。我今天会教两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叫做后翻上，后翻上。第二个要讲的动作是屈身上，屈身上，变快一点，容易变圈上，圈上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动作呢，叫后翻上。后翻上要怎么做？除了你要有一点肌力之外，哦，引体向上的能力一定要，然后有一个拉手拉杠的感觉之后，轻轻的往上跳。你跳的时候，肚子的位置进来撞单杠的位置，首先拉着跳起来，撞之后，当你上去之后，脚折进来了，你的手腕要去转。手腕要去转它。后翻上的细节呢，就是首先呢，然后跳起来之后，肚子进来杠里面，跳起来肚子进来杠里面，你的脚会靠近杠，对不对？把你的脚折下来之后，你会像挂腊肠一样挂在杠上面，手去骑你的摩托车，身体顺着骑摩托车的方向拉起来，上去挂腊肠。挂的时候，身体上来，手腕转上来，这样子你的后翻上就上去了。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，屈身上这个就比较高难度的，我们可以先练一个摆荡的感觉，站着跳出去。这个摆荡的感觉有之后，做一个组合，一二三，一二三跳出去，一二三跳出去之后。把你的手伸直，杠往肚子里面压，一二三跳，压。那以上就是今天教的两个，第一个后翻上，转手腕；第二个屈身上，跑三步，跳，手压，可能会有一点难，但你只要多做练习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。嗯，以上就是这两个动作。谁说户外不能练体操？户外还是可以练体操，只要你要找到项目，还有找到你的器材，跟你想练的动作，户外也是可以练体操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